您好，欢迎收看这节北美地方新闻，我是刘秀。新闻头条先带来关心的消息，就是呢，年末正是大家假期旅游的时节，而还在犹豫不决要去哪里去旅行吗？不如呢，跟着精英假期来体验精品旅游，享受异国风情。即将步入感恩节和圣诞节的假期，很多民众都有要出去游玩的打算。面对陌生的地区或是国度，安排路线不知道从何下手，不如参加精英假期的旅游行程。这里非常多元的路线规划，满足不同客人的需求。宣传主推欧洲地区，同时也涉及亚洲、非洲、南美洲等多个国家。四星级以上的酒店食宿安排，打造精品的旅行体验，全程绝无购物，获得了很多民众的好评。精英假期在这边呢，其实我们有提供很多很多的行程，当然欧洲一直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 destination。 那在欧洲的部分，我们除了说有一些全览的行程，就是 cover 比较多的国家，像是东欧的全览啦，或者是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摩洛哥这样子的行程以外，我们又特别精心设计了一些单国深度的行程，就是比较适合什么样子的客人呢？你们希望去一个国家多待一点时间，然后能够很深度的游览每一个城镇，那这个我相信现在是坊间上面比较少的行程。那除了像这样子的行程之外，我们也推出了很多的独家行程，像是北疆的行程，或者你对一些比较古文明有兴趣的，有像是印度杜拜啦，或者是去不丹，全世界最快乐的 国度，总是要去一次嘛，感受一下说当地人民那种淳朴的心，可是呢他们虽然没有过得很富裕，可是非常的快乐，就这些都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行程。那特别是像这个时候，如果说你们在计划明年的行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觉得，陆地游是不是只是适合一些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，就是说他时间多一些。其实行程我们在设计上的时候，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很多元的行程，是不管你是同学会，或者是说三五好友的聚会啦，还是 family 大人要带小孩，我们一整个年度都有不同的行程可以让大家做选择。精英旅游还有很多精选行程，无论您想感受欧洲的风情与古典，或是体验非洲的狂野与激情，还是亚洲的平静与内敛，这里都能找到您最喜欢的目的地。想要了解更多旅游信息或者优惠活动，您可以登录官网或者拨打电话进行咨询。中天频道采访报道。